冷啊，家家户户啊把门关呐、啊，当地是忘恩负义缠身门呐、啊，大比之年进京求官得中状元良心丧、啊，不认他的结发之妻秦香莲呐、啊，眼看着鸟入森林人注定，我母子三人呐、啊，何处把身安？眼看着一双儿女和我遭难呐、啊，安起大步闯出关呐、啊。我在公园领了驸马命啊，让我追杀他的仇人秦香莲。行行正走，抬头看，见一位贫婆在眼前，喊起我亮开嗓门高声喊，前边可是泼妇秦香莲啊！站住！战呐、啊，回头看有个强人如虎下山呐、啊，背起我的小春妹，两腿发软，喊起我快步好似箭离弦，我不怕碎石把脚绊乱，今天插翅难逃我这关。见路旁有座破庙宇相连，进去我把门关，咣当当一脚踢开。门双上，我强压怒火走上前。为什么那屁死屁活把我赶呐、啊？是不是看我可欺人小力胆？管我要钱我没有，你要物只有这破衣烂衫呐、啊。我一不要钱。二不要物啊，送你们三条人命上西天。我和你今日无仇今日无怨，你杀我母子为哪般呐、啊？你和我一无仇二无怨，和我家老爷有仇怨。你家老爷他是哪一个？他就是当朝驸马官。莫非说他是那陈世美？大胆，敢提我们老爷姓名，胆大包天，手使钢刀喊光闪。乡里我害怕跪在地平川呐、啊，大人，尊一声金爷休动怒啊！民有满腹的委屈无处诉冤，你当我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陈世美之妻，我叫秦香莲呐、啊。叫声贫人，好大的胆！官情法不容宽，我一双儿女来作证，我的一颗真心我敢对天，我怎能冒认官情把人欺骗？谁不知冒认官情法不容宽？醉生今夜休动怒啊！你听贫人诉一诉冤呐、啊！我慢慢讲。我家住湖广啊，荆州的呀，我
生儿女，我的儿女东哥春妹就在跟前，怎么知道家乡遭荒旱，粮米亲手少吃五穿，我的丈夫大笔之年去可考，一去三年未回还，我们家乡荒旱连年难度日啊，家老小度日艰难啊，孩儿们想爹爹春头站，到冬天手脚冻坏连带苦山，无奈哥带两儿女把父寻找，一路上阴间乞讨受尽了风寒，好容易来至在京城地，陈世美得中状元不认亲相连，王丞相两眼苦口难以把他劝，他给我白绫小扇让我去找那包青天，又一想当妻子我怎么能把丈夫告啊，外人知道笑我不贤，谁知道那陈世美反把我追赶，你看我有家难归多么样的可怜呐，我问你白绫小扇心在何处啊，我把这小扇递到他的面前，看起我手拿小扇把他看哪，一身重孝在他身上穿，像这样的女子世上少见，怎能说她貌任鸳鸯胡搅蛮缠，方才我在公园险些上了陈世美的当啊，刚倒下险些造成不白之冤，常言道虎毒不吃亲生子啊，陈世美杀妻灭子罪恶滔天，俺妻我刚当虽快手发软，林哥我放你们母子三人赶快把家还啊，
在耳边。今日我杀了他，回头能把高官做呀，全家荣耀鸡犬升天。无意高官我不做，无意之财怎能贪？可是那驸马爷要刚到眼前，这么说，我若是回去，难把话来言呐、邻人，驸马爷要刚到眼前。陈世美呀，刚到燕雪、哎、呀，只觉得天也转来，地也是悬呐。人骂骂一声狠心的豺狼，黑心肝，要道是一日夫妻情不断呐、可叹我实心实意跟你这些年呐、相连一人担，吃饭时半碗饭剩在他的碗，相连我背地就把野菜来餐，吃饭时怕疼吃不饱，好东西都夹到他的碗里边，到冬天怕打他的身上冷啊，好衣服就往他的身上穿。一顿饱饭呐、谁知我这一身单衣怎么能够遮寒呐、你丧尽天良要杀秦香莲，人常说那虎毒不吃亲生的子啊，你杀妻灭子坏了心肝，就怎能
受牵连，我的孩子可没有罪呀、啊，放我儿女们把家还，放我的孩儿啊逃活命啊，想念我终死在九泉，不忘你的好心田哪、啊！依然，大人，你忘了我的一生儿女？如同摘干打，又好像我的双儿女跪在呀前，二孩子活泼天真，好似小春阳，来人间几春秋，花未爽，又好像刚出飞的小鸟，羽翎未满。天哪！妈妈呀！
时刻提防记在心间呐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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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两岁呀、啊，当知道人生在世，李为先呐、啊，吃饭时让你的妹妹先吃饱。就是在他身边给他遮遮汗，就以后逢年过节给娘捎上几张纸啊，哎呀是把娘想啊，偷偷的窥着娘啊，我就亲相连。娘在阴曹地府难见儿面，听几声儿叫娘啊，娘的心也甘呐、啊，娘，哎呀，好运气。留下骂名一声。
后啊，尸体没了，我的名先烂呐、啊，败坏了一方江水，臭了半拉山。自古道人情犹如冷暖呐、啊，铁石人看见此景，他的心也酸。人活百岁早晚一死，倒不如我为民一死，我的心也难呐、啊想吧，多识贫人教，叫上贫人要听言，来来来，三斤碎银你拿去，留着你们母子三人做盘缠，但愿你们远走高飞早脱险，找一块肥沃土地开荒养蚕，教你儿女把书念，教他念书可别做官。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高官做，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？天色不早，该等喽啊！大人，你贵姓高明，家住哪一边啊？我姓韩，名起，朝中为患。多谢大人搭救灾，韩起我在一旁，前思后想，想起了家中之事，让我挂牵。此时候，祝他娘在家把我来盼呐、啊，饭桌摆好，酒都烫完，我的儿子等我买回风筝线呐、啊，我的女儿等我买回绒绳边上拴，我的老娘天气一冷，老病就犯呐、啊。上炕下地，何人把他看？喊起我在一旁摇摇鱼、啊、大人，尊一声大人，你不必为难，你今日杀了我，我不把你怨恨，你也是放人之命，众人再见呐、啊！林婆，大人，我虽然放人之命，受人差遣，还岂有长着一副人心肝？我怎能再为豪门当鹰犬？无意高官怎能谈？这钢刀是他杀人证件，手拿钢刀去找包青天，但愿那包大人按功而断，我看到陈世美能坐上几天官。想罢多时怒火冲冠，一腔正气往上窜，叫声相连抬头看，韩琦自刎就在庙里边呐、啊！啊，大人，
命啊，能值几个钱呐、啊？神仙有灵验呐、啊，为什么这样的好人死的冤呐、啊？谢谢。